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王教练。我从02年开始做健身教练的工作，后来以瑜伽教学以及陈氏太极的练习和教学为主。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，我将分享我学习到的解剖和训练方面的知识给大家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们常常会听到"身心合一"这个词，也就是精神和肉体高度的协调。不仅修禅的人追求身心合一，习武的人更是追求身心合一。东方和西方对身体的观察角度不同。东方从宏观出发，我们最常常听到的词语呢，有经络、大小周天等等。而西方更多是从微观方面出发，解剖方面的认识越来越细致和科学。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，我将把有关解剖方面的知识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。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，将会有解剖的常用术语、骨骼和关节的介绍、肌肉起止点的认识，以及部分肌肉的相关训练动作和拉伸放松方法。还将会有体态调整、肌筋磨练的整体观，让大家在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层面上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身体。在拍摄过程当中，我将会邀请到小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你们好，我叫小白。好。非常感谢小白的友情演出，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教练将在课程中帮助我完成拍摄。她主要的任务就是模特，她不需要说话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网站私信给我。我们一起来讨论学习。好的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见。